我是陈凤兰 ，Bukit Brando 新村的村长。我是陈伟仪，我是伯乐森的新村发展官。小 Phil 的到来是我们新村的，可以算是最盛大的盛举了。是在这个 Bukit Brando 新村的一桥花小，结合了其他的四个新村，丹叶新村、丹溪新村、双溪立白新村和这个竹湖村一起连通主办。希望这一次小 Phil 的活动，在大家认识了这里之后，都会回来这里走走，刺激这里的旅游业，带动我们这里的经济，让我们流失在外的游子能够回来创业，回到自己的家乡。